好，今天日本大明来直播《协奏之城月之诅咒二》啊。这个之前在PS 还有各大平台里面都有发售过这个一代哈。啊，原则上就是由五十岚教做的是这个类似八比红白机的游戏方式来玩，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啦，可以推荐给大家玩一下。这个二代的话，听说是可以双人玩，但是因为阿克嫂现在在忙着整理家里，所以只好我一个自己直播啦。那我们就来玩看喽。非常恶魔城的感觉。昔から来た最強の霊太子残月。看这个字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太好念啊。好，这个版本目前是只有英文跟日文而已，它没有中文。这游戏基本上好像都没有中文化过，所以反正就应该是有延续到一些前一代里面的故事。对，一代的话是已经有破台了，但是我已经忘记之前在打什么。好了，再玩看吧。三个字，啊干！哎呦，叫不住。随时都要砍墙壁，因为隐藏的宝物出现。新的风景有没有可以看的？X 的话可以使用负气，但使用的时候有本 point 是需要的。OK， 第二层。
干。やばいやばい。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。做滑翔翼的那个美少，啾啾啾啾 ，nice。やってくる。仕方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、こんな役目はランダンしか任せてなくて、ここから力を合わせて悪魔を倒していきますわ。私もしっかりサポートしますわ。信頼してますわよ。残血チェ。トミニクが合流しました。トミニク、また換角色。あ、可以換。アイロー可以換角、OK、いついつ慢慢加。跳躍上攻擊下攻擊是。鏟子騎士就對了，是
差一点点，一定要戳上去才行。学不学？快死了！大补血，又是干杯后啊 ！GG， 太毒了，死掉了，尴尬了。尬了，真是超难打。哎 ，Kitty， 干净吗？错赛。要掉下去了 ，shit！ 干到我，这个要卖。
啊！啊！这种怪的两位阿伯伯伯错在了啊放水啊！干，这只就不用过了。干，这一关不用那只太难。那个超级毛跳。在自虐的小皮舞啊！哎呦，干这不能调那个，不要往后弹的，往后弹的超危险的。干，失去了。干，呵呵呵。完了，吃到别的。哎，这个不错用。这只 HP 很扣很快，太弱了。啊！干，傻掉。
摔死了，更加可以摔死了。哇！我看地方那么难 ，fuck you！ 哦 ，shit！ 啊，干，太刁了啦！这样子，妈的，大无理，无理啊！哦，线！不要变身，不要变身！哎呦，干，好险！新的，又是新的角色嘛，呜、哦，枪手猎人。久しぶりだな、残月。彼のせいで、とともにたかった時以来が、予定がルルンっていないんかようだろう。お前こそ、日々を腕を磨いたようじゃないか。同じく、悪魔を憎し者として、まだ俺に背中を預けてないんだ。
看那个字很拼的实在是太痛苦了，看的眼睛好累。总之又多了一个新伙伴了。就看人家信用できないよ。黙れ。あいつは敵じゃない。よし。ロバート。罗伯特加入了伙伴。我干嘛用的是雷射枪？罗伯特，快匍匐前进，可以粘墙壁。对，粘墙壁。不能两段跳。第三关，飞弹爆裂凶战车，超远距离射击，没办法，匍匐前进，那是不是可以？不行，要地面的插进去。那第一关应该有个地方可以刚看到有小洞，HP 也是很少的，这家伙。可能弓箭怎么没有盾牌可以挡，很难过。干，跳钢啊！
部分的。需要狙击手。最讨厌的 pattern， 弹跳。干你老师！嗯 ，motherfucker。
段。完了，真是虐待了。不要！太险了。太难了，要跳回来，原地跳一样。啊！干！好离线。完了，干，白痴！我们要借助狙击手的力量。
弹跳的那个模式不能选。干你！我看直接臭蝙蝠了。财力的
干。跳不过去啊，还可以完全复活。真可惜。看，这太慢了。靠背，我进哦，啊！干，万能啊，忘记万能啊！搞懂，但是也来不及，可惜哦。蘑菇林啊，
下。我来喽！啊干！你还是会撞过来。错了，敢插一刀啊！啊！按错了。可是我知道怎么过，我知道怎么过。有戏，我干！干，我就要从这里来。
睡了。小心他的最后一击，一定会再中的。哦，新伙伴，超级机器人。每趟跪着走路动作好乖，还是狗狗？看，小狗机器人。小八，小八有什么特殊的技能？歪弓起，空中按下歪 ，B 浮空是。电脑，看，下不去。哎，干！
可以踩掉。Come on.
やばいね。干，傻小。干，都没有血，都离线。やばいですね。ガノメジュール。好惨。他大回复了。やばい！あ！あかん！あ！唯一只可以爬上去的死掉了，刚没有仔细想一下，只能GG的。熊啊！好，死在魔王。Ooh.
哎，不见。我这八 bit 可以做帅气，真的厉害。嗨。跳机耶！哎、欸，看，妈的，没吃到。看，应该要换那个。哎呦！いいですね。まあいいわ。Pina! Pina! Okay!不要变身了，拜托。敢变身啊！
闪得过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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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再乱来了！啾啾啾啾！哇，他招式太多了，我刚刚也没仔细看，就直接这样打了，过得了就好。呀呼！呜、哦，圣剑，swing， solo eraser， 伊雷莎之剑，连可以连打、哦、，Y 连打，空中按 Y。哦，嗨嗨嗨嗨！哦，那牌子。好的，我先打到这里好了。等等等。还是有这么多的新招哎、欸，酷！好，我们今天直播是《血斗之城：月之诅咒二代》哈，这个感觉明显又比这个一代又更加刺激有趣哈。那角色里面有一些新的 character 也有加进来，那些特殊的招式啊跟操控，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哈，值得细细品尝然后。好，整体的游戏表现都还不错。那这个故事部分也有新的一些怪兽跟敌人，那攻击的方式有一些逻辑可以可循的哈。那比较特别可以注意的是，这一次其实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双打协力哦。不过我现在只有这个，今天只有直播单人的部分哦。那有机会的朋友如果有购买这个游戏的话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哦，还有个人给的分数大概是85分，不错哦。那如果喜欢 Retro Game 的这种朋友，我觉得可以推荐。也是玩玩看啦、啊、一代也玩过的人更要玩一下二代、喔、这个都非常的不错、喔、OK 好，那直播就到这边、喔、感谢我们的两版主，我们的 KD 还有我们 GoZen， 还有收看我们这个直播的好朋友小 P 跟其他的这个、观众朋友们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后续如果有什么新的游戏，我这边再跟大家分享直播啦。 OK 好，也感谢各位的辛苦的收看，那我们直播下次见啦，感谢大家，拜拜，我是卡里桑，拜拜。